我叫陈冠希，是北斗司剧组新来的工作人员。我的前辈告诉我，我们是一个正经的剧组，在这你好好干下去，就能早早的升上管理层。我暗暗发誓，要为北斗司尽我最大的一份努力。导演正在认真的看监视器，他看似随性的掀起了美少年专属刘海，露出了骄傲的发际线。等等，为什么画面会变成这种暧昧的色调啊？这令人浮想联翩的 BGM 又是怎么回事？秋他妈的，这样观众们会以为我们是不正经电视剧的。后期小哥哥，你出来，咱们晚上约小树林聊一聊是怎么一回事。算了，我们还是直接去看现场吧。随风怎么不穿衣服？原来马赛克之后是这么不正经的画面，真是令人羞涩又开心。别提了，我就说了句他不会。太岁对随风激动地表示，他手上持有新东方高级国家切菜师证，说着便拿起菜刀对胡萝卜展开了歼灭粉碎战斗。随风对太岁提出了表扬。果然男人的话不能随便相信。为什么我隐隐开始觉得这是个不正经的剧组呢？2017年8月10日，姚光和柳随风刚拍完一场戏，准备看看拍摄效果。姚光乖巧地坐在了导演大大的身边，随后随风也坐在。什么？随风，你是坐在了姚光的腿上了吗？难道说我在不经意之间果真找到了北斗司不为人知的秘密？这让太岁怎么办呢？把太岁准备了，就这一个。咦，姚光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在这里，原来不是坐在腿上啊！我好像误会了。大家当无事发生哦。在一旁默默关注着一切的执行导演露出了和蔼且慈祥的眼光，他用深邃的眼神望向了远方，仿佛在说：“我都懂。”OK， 吓死我了！这果然是个不正经的剧组。